館でもみんな踊りを踊っているよ。お鍋の中からインチキおじさんどうぞ。いつだって忘れないエジソンは偉い人。そんな登場式だったから、リラピシャラピシャラパッパパラパピシャラピシャラパッパパラパピシャラピシャラおへそがちらりだったからリラピシャラピシャラパッパパラパピシャラピシャラ踊るポッポリピシャラピお腹が減ったよ。美好的值日，值日。喂，汤姆，干嘛？有什么好笑的？没什么，我并不是在笑小樱的事情啊。哦，对了，还好没掉下来。事情这么多的日子里，居然还要值日。这么说来，明天应该是藤木同学值日吧？是的。祈祷事情少一点吧。明天要是有很多活就好了，因为明天和启山同学一起值日。启山同学请假了呢，他没事吧？藤木，如果明天替山同学不来学校，就换成我来值日了。那就先从擦黑板开始吧，要加油啊！第二天，我走了。替山同学今天会来学校吗？跟千天一起值日真是烦死了，我还不如不去上学呢。正面的话是替山同学，反面就是前田。一二三，早上好。早上好，小丸子。替山同学，早上好，樱同学。你的身体已经好了吗？嗯，已经没事了。哎，太好了呢。哎，藤木呢？还没来呢。哦，来了。哎，替山同学。喂，藤木同学，明明你值日还迟到，难道说要替山同学一个人擦黑板吗？对不起，我来帮忙。已经擦完了。失败了，一定要弥补回来。请今天值日的同学把收上来的作业本拿到我的办公室里面去。是。没事没事，我一个人来就好了。可是。没事没事，交给我吧。替山同学会不会对我刮目相看呢？替山同学，藤木呢？把作业本拿到办公室去了。哎，他到现在还没有回来啊！这么慢呢？啊，藤木同学，我已经把东西送过去了。谢谢。不好了，让替山同学擦黑板啊！藤木同学，你是不是因为不想把手弄脏，所以把擦黑板推给了替山同学？藤木同学，不是的，是误会啊。不是的话，你怎么会去了这么久呢？厕所，我是去厕所了。替山同学。
你这个人果然是很卑鄙呀、啊！すると突然、パクッと人形が口を開き、ペロッと舌を出し、あっという間に元のように口を閉じてしまいました。真っ赤な口の中でした。千載難逢的好机会呀、啊！我得挽回一下我的名誉。这里我来，藤木同学，昨天你找我借的红笔，你要什么时候还给我？你快点还给我吧。那支笔我没有还给你吗？还没有还哦，你快还给我吧。对不起啊，我一会儿就还给你。不行，我马上就要用了。但是现在正在擦黑板。藤木同学。表现，接下来是理科，我要赶在替山同学前面先去准备。好嘞，完美。哎，藤木，你在做什么？快点去音乐教室啊。音乐教室？早些的时候老师不是说过吗？你没听到啊？今天的第三节课和第四节课对调了。藤木这家伙就只会偷懒，绝对不可以原谅他。这次一定要。接下来要干什么呢？什么？这个都已经枯萎了呀。这是今天要值日的我啊！小王子，快看呐！啊，这是谁干的？这可是替山同学特意带来的干花呀！干花，太过分了吧！藤木同学，是你干的好事吧？不是，我亲眼看见是藤木同学扔的。对不起，替山同学，这都怪我，可我没想到它是干花呀。生气了。藤木同学，没事的。替山同学。替山同学，怎么会这样？今天应该是和替山同学一起做值日的事的，应该是很美好的一天呢、啊。但是却，真是叹了好大一口气呀、啊。小英，怎么说该叹气的也应该是替山同学吧。我本来是打算好好值日的，但是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做的所有的事都泡汤了。都泡汤了？你们要相信我，我绝对不是偷懒。可是时机不对，我一直都是那种什么都不行的家伙，所以没什么朋友。正因为什么都不行，所以就没什么朋友。算了，不用这么沮丧的。藤木，你也有很多很多优点啊。优点？你说的优点是什么呀？这个吧，这个。哦，对了，你是个很好说话的人。好说话？是的，什么事都比较好说话，感觉跟你说话很轻松呢。跟你说话不用考虑太多，想说什么都没问题。你们说的也算是优点吗？小丸子和小玉很后悔这样随随便便地鼓励别人。当然了，好沟通的男生是很受女孩子欢迎的，这是世人皆知的。原来是这样啊，好沟通的男生。这样说起来，我今天都没和替山同学说上一句像样的话呢。今天是个好机会。
通的男生。好嘞，我要鼓足勇气去跟他说话。替山同学，什么事，藤木同学？再见。再见。真是笨蛋，笨蛋，笨蛋啊！替山同学。我有话要跟你说。话？什么话呢？什么话？我还没考虑好呢。替山同学，有什么想跟我说的吗？说什么都可以的，我会听的，所以你不要顾虑，想说什么都行。这样啊。那我说了，今天藤木同学你没怎么做值日，希望下一次能好好做。再见。藤木梦寐以求的值日就这样凄凉的结束了。好不容易到了星期天，为什么就只有我和妈妈两个人要待在家里？没办法，大家都有事出去了嘛。可是我也想去别的地方嘛，真是的，无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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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出去。好好，你真可怜。妈妈已经很习惯小丸子这样胡搅蛮缠了。你好。啊，是谁啊？哦，这个声音是，果真是阿义。啊。好久不见。你好，小丸子，最近还好吗？哇，姐姐，啊，好开心呐！你们果然是我黑夜中的七明星啊！这是你们带来的蛋糕，请。突然来访，真是不好意思啊。哪里，你们能来玩，真是很开心。正好我们俩到附近来办点事情。对了，阿义，你在这边多玩一会儿吧，可别太早回去了呀。啊，现在事情都已经办完了。今天就和很久没见的小丸子多玩一会儿吧。太好了，太好了！突然从无聊的地狱一下子到了天堂。啊，不是这个。那个在这儿了。你看。啊，是吗？然后这个是这里，还有这里，然后还有这个，这个，这样就对了。不好，这样下去一定会输的。没办法，我的世界。那么下一张是阿姨，看我这边。真是个小丸子，好搞怪呀、啊！真是好恐怖的脸呐、啊！这是下三滥的绝招。哎呀，刚才放在哪里了？真是的，我忘记了呢。太好了，作战成功了！你逗我们笑，这算耍赖皮哦，犯规犯规。阿姨抱怨但不生气，这就是她的优点。拜托了，这是最后一次。像个小孩一样较真儿，也是阿义的优点。太好了，亿万富翁来了。我已经到处借钱了。我也是。那接下来玩什么？游戏玩久了，想动一下身体。要不我们去散一下步吧。今天好开心呢。是的，我也很开心呢。哇，看起来好好吃。哇，咖啡的香味啊。要不我们过去瞧瞧。好啊，我们进去尝尝吧。不知道要选哪一个好呢？我很少有机会来这样的咖啡厅，所以
我一定要好好选，免得后悔。妈妈在这里的话一定会说，你把这种认真劲儿放在学习上就好了。那么今天我就点蓝山好了。啊，蓝伞咖啡？不是蓝伞咖啡，我说的是蓝山咖啡。那是什么？咖啡的命名呢，是根据产地来定的，产自蓝山的咖啡，它的名字就叫做蓝山咖啡。其他的还有巴西、乞力马扎罗山等好多地方。哦，你说我点什么好呢？嗯，阿姨，好幸福啊！啊，真好吃！这家店的水果冻糕真是太棒了，咖啡也非常好喝，非常正宗呢。你们喜欢就好啊。啊，这个在拉面店里也有呢。我也知道这个，这个是算命用的吧？那么要不要试一次啊？这个的话不准的吧？我也想试一下呀。你也想试吗？喂，阿姨，拜托你了。可以的吧，一男。这样就没办法了。那今天我就豁出去了。哟，好男人，气量真大。那么金牛座在这里，然后大吉。让我看看，今天会遇到自己喜欢的人，恭喜，这个还真准了。我也是大吉。上面说被爱所包围，感觉很幸福。今天能跟小丸子一起玩游戏，还能见到阿姨，真是太准了。你们居然会相信这些，真是单纯。要知道这上面肯定都是写的好话，为了证明我的话是正确的，我也来陪你们一起玩一次吧。男人真是麻烦的生物，明明很想玩却又不说。大兄，会发生让你出冷汗的事情。啊，看样子不是每个人都能抽到大吉的，阿姨要小心了。说什么大兄，真是不舒服。我再试一次好了。又是大兄，今天你会坐立不安的，真是的。我再试一次，这次是兄。什么？会发生让你担心的事情？什么嘛！我还要再试一次。结果好就是全部都好，今天会度过快乐的一天，大吉！你们看怎么样？是又怎么样啊？这样子肯定会抽到大吉的呀。这就是所谓的以量取胜。哎，太阳下山了，我们也该回去了呢。怎么了？我们走吧。不好，钱不够了。算命玩的太多了。钱包忘记在小丸子家里了。放在小丸子的家里了。等一下。我这儿有钱。对不起，我这就去拿钱包。姐姐，好慢呢！已经过了30分钟了，这家伙是不是迷路了呢？需不需要加水啊？不用了，没事的，真对不起，真对不起。真让人坐立不安呢，快点回来吧。姐姐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阿姨，电话。电话，我给家里打个电话不就知道了吗？是啊，还有这个办法。偏偏这个时候在通话中，真是。不行了，我必须得去看一看。等等，别把我一个人留在这儿嘛。电话也打不通，到现在为止已经过了很长时间了，我真怕他会出什么事。要不我去找找吧。不用了，还是我自己去吧。从老年会回来的时候，刚好看见丸子和阿义。
多亏了爷爷看见我们呢。钱的话，我以后一定会还给您的，真是太不好意思了。华叔，你太太去哪儿了呢？哎，她还没回来吗？嗯，没有回来过。姐姐到底去了哪里呢？难道说是出了交通事故吗？还是说被不知名的坏人给带走了？小丸子，你不要胡说八道。可是，我去找找。你好，这里是英家。哎，警察。我妻子她到底怎么样了呀？对不起，让你们担心了。姐姐，太好了，你没事就好了。以南，真是对不起，我今天迷路了。没事没事，你一个人的话也担惊受怕了吧。以后一定要注意啊。知道了，对不起啊。拜拜，下次再来啊。虽然发生了很多事，但结果还是好的呢。那家咖啡店的占卜结果还真是准呢。对我来说，今天也是幸福的一天哦。阿姨夫妇的感情真好呢。好般配呀。好期待他们再来玩啊。是啊，希望他们下次再来。小丸子最喜欢的阿姨和姐姐，祝他们幸福。100万年后都の幸せをつかむ